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90页，啊，第290页，第四行，第二句看起。又悲华经云，法愿与刀兵接种，永护众生。刀兵界不是普通的战争，是人寿在10岁的时候，啊，间接见到10岁的时候，刀兵阶就起来了。人与人之间见面，就像冤仇一样，怨恨。总是想把对方杀死，啊，手上无论拿什么都变成了武器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小节里头，简洁到最后，啊，会出现的这种情形。那么现在人寿平均是70岁，距离刀兵阶还有6000年。6000年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在，啊，世尊的法运还有9000年，所以。世尊的法运是度过这一个小劫的最后，啊，人寿10岁，从人寿10岁又开始，每100年加1岁，那么1000年就加10岁，3000年。就是人又到人的寿命到30岁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终结。啊，那么在这个9000年当中，起伏不定，完全在人心。
而人心呢，又习这个精细着教育。如果人类重视教育，重视精神教育，人是有一个物质身体，除了物质身体之外，他还有精神，必须这两种物质与精神平均发展，人才会健康。才会正常。啊，才有幸福。如果只偏重一方面，偏重精神没有物质，当然不可以。偏重物质没有精神也不行。我们现前的社会就是偏重物质太多了，精神教育完全疏忽了，才造成今天世界的困境。啊，世间有一等聪明人提醒我们，啊，教导我们要重视精神教育。啊，现在苦头吃多了，慢慢的觉悟过来了，知道伦理教育重要，道德教育重要，因果教育重要，圣贤教育重要。啊，有这个警觉性好。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落实精神教育，啊，让精神教育跟物质教育同时并进，啊，人类可以想到科学的成果，啊，不至于过分的造作罪业。啊，能顺其自然。道德就是自然，自然叫道啊。随顺自然，这叫德了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，无伦无常四维八德，啊，不能不遵守，不能疏忽，啊，疏忽人决定造恶业，违背伦常就是罪孽了。啊，随顺伦常是德。伦常从哪来的？自然的。佛经说得清楚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求福，求慧，求长寿，啊！我想，全世界的人，这三桩事情，绝对没有人反对。啊，大家都希望我有智慧，我有德能，啊，我有寿命，寿命是属于德能。啊，我有福报，
都希望。能不能求得到？难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要如理如法的求，那想真正的佛宝。这些佛宝全在自心里头，不要向外求。求自心里面决定可以得到。我们有健康的生活，健康的身体，幸福的生活，老祖宗教给我们无常、仁义礼智信，这是得了，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仁者爱人，仁义礼智信，人要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爱一切众生。《弟子规》上说的，凡是人皆须爱。人真正能爱人的人，他有这种爱心，肝脏好啊，仁爱养肝呐。义者循礼，义是讲理讲道理。不合道理的事情决定不做。不合道理的决定不要去想它。要遵循道理，也就是遵循道德。不道德的事情不去做，这样肺脏就好，在无脏肺好啊。礼是对人恭敬，恭敬从哪来？从谦虚来的，谦卑就会恭敬别人，傲慢绝对不会对人恭敬。所以礼就修谦，落实在谦敬、谦虚、恭敬，心脏好。阳性的千金，阳性的智慧不迷惑，迷惑就没有智慧肾脏好。最后一个信，信是信用，决定不欺骗别人，不自欺，不欺人，脾胃好，你看看，仁义礼智信，养我们五脏六腑，善修无德，身心健康，我们大家要共同勉励。老祖宗告诉我，佛法也不例外。佛法把这桩事情变成戒律，要求大家要认真地去学习。仁不杀生，义不偷盗，礼不邪淫，智不饮酒，信不妄语，无戒，
五戒是佛法的根本戒。你要学佛，从哪里学习？从五戒学习。啊，五戒要落实。五戒跟中国古圣先贤讲的五常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你看，事处世间法，它相通。刀兵戒里头如何拥护众生，诸位想想，修五戒，行无常，慈悲到基础啊，弥勒菩萨他就能真正拥护众生。啊，弥勒菩萨教化就是一个爱心，真诚的爱心。那么真诚的爱心就是弥勒菩萨所表的。我们看下面还是念老说的啊，是啊，不是，他是念老引用《弥陀经》疏钞，欧耶大师疏钞啊，莲池大师说的，是在。慈龙即时悲真后期啊，慈悲龙是龙身心龙，即时是现在时，弥勒菩萨对我们现在时慈悲到基础啊，他的大悲心一直到最后刀兵戒啊，刀兵戒是后戒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念念不忘苦难众生啊，总是在众生遇到苦难，他以慈悲之手来帮助我们啊，至极至此，慈悲到基础，超出凡小，凡是六道，六道众生讲慈悲比不上弥勒菩萨，小是小乘，小乘是以阿罗汉为代表啊，阿罗汉的慈悲也远远比不上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不但阿罗汉比不上，十地以下的菩萨都比不上他啊，所以下面讲故无能生专执慈悲，慈悲第一啊，讲慈悲没有超过弥勒的啊，大师位居不处，他现在是不处菩萨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他不世尊佛位啊，什么时候呢？这下面介绍了啊，现在
斗率内院，在斗率天，斗率内院。啊，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，内院是弥勒菩萨道场，外院是凡夫。啊，我们地球上也是凡圣同居土。虽然同居，没有缘见不到。啊，四大菩萨都住在地球上，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都住在这，在中国。中国这四大名山，四大道场，有人能见到，有缘，没有缘见不到。啊，在山志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一些故事。啊，我们相信这不是谣传，这不是欺骗人。佛家遵守五戒，绝对没有妄语。啊，这都为我们所证明，确实有神仙，确实有佛菩萨，啊，甚至于阿罗汉，在这个世界来帮助我们，啊，现身说法，现什么身不一定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出现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那些现什么身不是他自己意思，他自己没有意思，完全是随众生心因所致量。感应不可思议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。啊，我们如果是一心专念，哦，感应就现前。啊，心里头常常想着，想观音菩萨，观音就现前。想地藏菩萨，地藏就现前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诸佛菩萨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断能的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是自心里头圆满所现。啊，圆满的自性现佛身。那么局限局部的现菩萨身，现声闻身，现诸天身，啊，现六道凡夫身，不一定。虚云老和尚47岁从普陀山发心，三步一拜朝五台山，啊，拜文殊菩萨，把这个功德
回向跟他的母亲。他母亲过世了，三步一拜，从南普陀到舞台，拜了3年多才拜到，路上有2次生病，严重的生病，都是在旷野，附近没有人家。在这个时候，感应文殊菩萨现身来照顾他。菩萨现的是什么身份呢？乞丐，乞丐的身份。照顾他半个月，病好了。这乞丐走了，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又遇到这个乞丐，这个缘这么巧，又遇到了，跟他又住了半个多月。病好之后到舞台上才知道，那个乞丐不是凡夫，是文殊菩萨化身。所以佛法里头是有一句老话说，沉则灵，灵就有感应，真诚到极处，你跟佛菩萨就常常感同这个有道理。真诚到极处，我们现在跟佛菩萨为什么没有感动？不诚。那诚的标准是什么？一念不生叫做诚，你还有念头，不诚。念头没有了就诚。所以我们念佛，我们有心念，有心念就不成，但是有心念念到无心念，无心就是无杂念，无妄想，无杂念，那个时候是真心。所以先用妄心念佛，念到最后变成真心念佛，真心念佛感应就现起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一定要把妄念放下，不要把妄念杂念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他念这句佛号念了92年，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他统统念出来了。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，他用念佛的方法完全真的。清净心是功夫成片，事一心不乱，平等心是理一心不乱，菩萨真的。后面觉就是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叫觉。
啊，中文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天台大师讲六级佛，六种佛，啊，最后讲究竟即佛，那是圆满佛，《华严经》上称妙句，啊，果位，《华严圆教》判四十一位法身大师。那是九啊，在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，在极乐世界他的身是法身，他居住的地方是法心土啊，法身无量寿啊，法性不生不灭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。设法界全是生灭法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法性土样样都是真的，为什么？都是不生不灭，啊，法性身，法性土，唯心所现，他没有为识，他只心现，啊，设法界呢？在唯心所现呢，上面又加了一个妄心，唯识所变啊，设法界是唯识所变。如果你能够转识成智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就到了十宝庄严土了，你就永远脱离十法界啊，当然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得从理上说啊，方法讲呢，就是放下啊，能不能把八十五十一心所统统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，真心就出现了啊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这个榜样在以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做过，在早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为我们做过榜样，真难得啊，真不可思议我们要修行，要学这个榜样
啊，我们是很有福报，非常幸运遇到海贤老和尚。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不拐弯呢，不拐弯，没有换第二个题目啊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把自性里面的清净平等觉念出来了啊，那他是什么人？化身菩萨。为我们表法了，为我们做好样子啊！啊，真正做好样子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一尘不染呐！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如如佛，这就是世尊所说的你本来是佛。佛是什么样子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就是佛了啊，这是我们的本来佛，我们的自性佛啊，一切众生都有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，迷了，起心动念就变成阿赖耶了啊，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，就是生灭法啊，自信不生不灭，阿赖耶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了。我们今天迷，就是迷在阿赖耶里头，啊，用什么方法破迷呢？方法太多了，无量无边，什么方法都可以啊！方法里头最妙的方法无过于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方法最简单，最容易，最有效果啊！在我们中国古往今来，多少人用这个方法一生圆满成就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今天遇到了问题，就是肯不肯真干，肯不肯放下，肯不肯让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你就成功了啊，你就圆满了。那么弥勒菩萨现在在斗帅内院，斗帅是欲界天第四天，第四层天啊，我们上去四王天，四王天再上去忉利天，忉利天再上去夜摩天，夜摩天再上去叫斗率天啊，弥勒菩萨住在那里，虚云老和尚往生的斗率内院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人修弥勒净土修成功了
啊，还有许多修弥勒净土的没成功，没成功依旧在六道。弥勒净土也不容易啊！啊，真正容易修的是弥陀净土、极乐世界，容易，容易是比一切法门的比较容易，真容易。条件呢，是你要肯放下。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可能你就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那一桩事情障碍你往生，你去不了了。要样样放下啊！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那你决定的是，而且升到极乐世界品位也很高。斗率内院四千年后是斗率内院的四千年啊，怎么算法呢？斗率天地一天是我们地球上的四百年，斗率天一天啊，斗率天人的寿命是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寿命四千岁，不是我们这儿四千岁，是他那儿的四千岁。所以斗率天的四千岁相当于地球上多少啊？57亿6000万年。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时间来？57亿6000万年之后，他到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啊，龙华三会普度众生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300多会啊，大会小会不一样，300多会，49年。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只有3会，我们相信每一会的时间都是很长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法会长的有好几年啊，短的有一天几个小时啊，所以一生呢，我们今天讲办办教学啊，办了300多次，长短不定啊。弥勒菩萨简单啊，只有3回。那我们相信这3会是怎么开的？一会，第一会，先度菩萨。啊，菩萨根性利益，上上根人了。先度菩萨，次度二臣，度声闻缘觉。第二会，第三会，度六道众生。统统都读了啊！现在这个时期有不少人羡慕龙华三会，你不能往生到西方，到这个独善内院呢，你要遇到这一会也不容易啊。如果能生斗率内院好，将来
弥勒成佛，你们跟弥勒菩萨一起来，是佛面前的大弟子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弟子里头舍利弗、摩犍连啊，这样的人物啊，虚云老和尚往生到内院了，他得到了。啊，他在内院修行4000年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地球上576,000,000。啊，然后跟着弥勒菩萨一起来，成为弥勒菩萨身边的大弟子。虚老和尚不是一生成就的，也是再来人呐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行，在这一生为我们实现往生内愿，那不容易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，本心以上面的三位大士为菩萨众中上首，第一个普贤菩萨，第二个文殊菩萨，第三个弥勒菩萨啊，用他们三个代表菩萨中的上首，意思很深的。啊，为什么？盖因三大士净土缘深，他跟净土的缘分非常深广。啊，所以用他们来表法。于是我们就联想到，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间成佛，决定讲净土三经。啊，为哪些人讲呢？我相信三会都讲，对菩萨讲，对二乘讲，对六道众生统统都讲。因为这个法门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是多次宣讲。啊，为什么讲的不一样？听众程度不相同。啊，所以传下来的版本里面不相同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如果是议会，听众都是一样的，佛就一次就完了，不会讲三次啊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，古大德讲这个无量寿经，肯定是三次以上。这个说法很有道理。啊，三次是根据先前传下来的五种原译本，说法不一样。啊，最明显的是原文。啊，你看从愿文就三种差别，有两种，24愿，
有两种是四十八愿，还有一种宋译的三十六愿。啊，这绝对不是翻译错误，是原本不同。啊，所以古德判这个判断，世尊至少讲了三次，听众对象不一样。啊，在我们想想，对菩萨、对声闻、对缘觉、对凡夫，说法不一样，因此有汇集的必要。啊，弥勒菩萨三会，我相信是这样来的。对菩萨可以会，对小乘也会，对六道凡夫也会，这是圆满的。啊，这个里面根性还是有差别。特别是六道凡夫，啊，世尊当年住持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经典，绝大多数都是为凡夫讲的，帮助凡夫种善根，增长善根，到究竟圆满。所以有不同的方法，啊，不同的说法，学习境界提升的，师尊跟你讲不一样的。前面为什么不讲？前面这甚深的经义你听不懂，你会产生误会。啊，佛所讲的一定适合你的程度，你听得很欢喜，很高兴，依教奉行。啊，真正行道一定成提升，那提升再给你行。啊，一直帮助你往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佛就不必再跟你讲解了。为什么你自动你有能力，你有智慧啊，你能够化无量无边身，你有能力亲近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，你有这个能力啊，有这个神通啊。啊，这个能力现前你肯定礼拜供养一个不漏分身去的啊，礼拜供养修福修无量福报，同时听经闻法，请佛开始，这是修慧呀，佛慧双修啊，很短的时间就真的圆满了。
啊，那么这三位等觉菩萨啊，都有为前、为中、为后，像前面所说的，啊，根净土的原生，正好影响海会大众。海会大众里头就有这三种成绩的人，凡夫为前的，菩萨是为中的，还有为后的，像现在我们在此地所看的普贤文殊弥勒都是为后。为什么？他们久远劫都已经成佛了，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会上来做影响中，这影响海会大众同归净土啊。同归净土这一句是目的啊，他来干什么的？他就来干这个的啊，帮助大众，大众的人数无量无边，大众的根性不相同，他们做出种种事现也不一样。我们再看下面，普贤行愿品中，啊，普贤菩萨于士多林中发十大愿望。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接着又说：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这就讲修普贤十愿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谁发这个心？近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弘一大师，啊，李叔同，啊，我们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啊都熟悉。啊，在近代出家人当中，对戒律有研究的，他是一个非常难得。啊，他平常功课就是普贤行愿品。啊，最后这一卷《华严经》最后的一卷，十大愿望到归极乐。啊，这一品经。大师念得很熟，完全能背诵。啊，他以这个做早晚课。求生净土，他成功了。啊，净土在晚境。主要的经论五经一论，
啊，在200年前没有，只有三经一论。三经是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，这净土三经。一论是往生论，天亲菩萨的学习报告啊，天亲菩萨往生极乐世界，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说了29种，啊，这是他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不是听人说的，啊，来给我们作证，就三经一论。这第四部经呢，就是普贤行愿品，是清朝末年彭济清居士啊，不是彭济清，魏默生咸丰年间啊，彭济清是做了一个无量寿经戒本，做得非常好啊，用康僧开的本子，这个本子也流通了。民国初年，丁福宝居士给无量寿经做了个注解，叫前注，他用的本子就是这一个戒本啊，彭济清的戒本。魏默生是咸丰年间人啊，也就是慈禧太后专政的时代，啊，他有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啊，汇集的也不错，里面呢还是有问题，不能算是最好的本子，汇集难啊，太不容易了。啊，后人有行家了，内行的人挑毛病了。啊，这也被人挑出来了，不能成为善本。啊，是到民国初年，抗战之前，夏莲居老居士发现。重新再汇集啊，3年，他是依照魏默生这个本子做底本，等于说再把它修改，把它订正，希望成一个本子啊，所以他的初这个初稿3年完成啊，这就是用这个魏默生的本子，我们这一本就这个本啊，这个无量寿经是夏莲老最初这个版本啊，以后又用了7年的时间，总共10年啊，这个7年却每一天都在斟酌，都在改动
啊，成为现在的定本。这个本子最初，这是1943年印的，分全经为37品，啊，大概是用37道品，啊，分为37品。慈州法师有刻版。那么现在的定本呢，以阿弥陀佛的大愿48愿，所以他用48品。自己挑啊，自己找啊，到找不到毛病啊，这才算定本呢。啊，为魔生慧集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。也没这么认真啊，夏莲老这位世尊往后末法9000年众生修净土能往生做出最大的贡献啊，这是我们要感恩的。黄念祖老居士是他的学生啊，他嘱咐念公要为这个经做一个注解啊，一直到念老晚年身体很不好啊，环境缘分具足了啊，开始注经，用什么方法注？以经注经用这个方法，所以他采取了采取八十三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，总共193种来注解这个经，所以他每一个引用的《弥陀疏钞》来看到的《四义经》啊，《悲华经》啊，《文殊法运经》。我们在这里全看到啊，啊，引经来注解，大家没话说，这是真正智慧啊！如果用自己意思来注，别人不相信，还要回报你啊！你有什么资格？啊，采取这个方法，大家没话说。经上讲的，佛说的，菩萨说的，祖师大德说的，真能服人呐！啊，叫人看到没话说，用了6年时间完成这部注解。啊，我得到的注解，这个注解大概是海外第一本。啊，好像是84年。黄念老访问美国，他一生就去一次，一个月。啊。我们在美国遇到了，他就带了一本这个注解，刚刚完成初稿啊，用油印印的，油印品质很差啊，能印的数量在我想
不能超过100本，100本有蜡纸就坏了，就不能再写再印了，所以它的分量不多。他送给一些同参道友做参考啊，到处向人请教，这个心态非常好，谦虚啊，啊，拿着本子向别人请教，希望别人指点他再改进啊，所以他以后又修订过几次啊，我们第一版本是我从美国回到台湾，在台湾演了10000字，第一本，那是他的原稿啊，这个本子非常有价值，跟现在这个本子他修订过的，你对看就知道他改写哪地方，他补充了些什么啊，所以这两个本子究竟圆满。就像莲公自己说，他也劝人着世无助卧室啊，啊，身在无助卧室，无如念佛好啊，啊，没有比念佛更好啊。无助卧室修行，要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此生断为大劫来。他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就是为了汇集无量成心，就为这种事情。那黄念祖也为这种事情来干什么？给大劫做注解。那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也为这桩事情来传播，现身说法，依教奉行啊，来劝导大众非常难得。海贤老和尚最后给我们作证，真不容易 啊！要让这一位老修行人住世112年啊，请他来作证，大家相信啊。20岁出家，师父只教他一句话，那个师父不是平常人，为什么？师父能观机也，啊，看到这一类的根性的人，你没有遇到就不说了，要遇到这种根性的人决定成就啊。什么根性？具足老实听话正干啊，那就得好好照顾他，又有非常好的心态，这个心态就是真诚心、亲近心、恭敬心，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？
可遇不可求啊。老师遇到他，他遇到老师，缘成熟了。老师只是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没有二话可说，他就真接受了。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，不分昼夜。所以他生活当中念，工作当中念，待人接物都在念。他说他有的时候念的时候不出声，心里头默念，口不出声，叫金刚持。一生圆满成就啊。表演在什么地方？往生的这一天，从清晨到黄昏，这一天的时间都在菜园里面工作，浇水、拔草、整地，做到晚天黑。别人劝到他，天黑了，可以休息了。他告诉别人，快好了。这个做完了，我就不再做了。大家听了也没在意，没想到那一天晚上就往生了。他做完了，不再做了。这是给我们实现的什么表什么法呢？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活一天干一天，认真的干，一点也不偷懒，也不偷闲。最后往生这一天，从早到晚，农田里头耕作。晚上走了。这晚上这一晚上，大家也没有留意。因为老和尚晚上跟平常也不一样，大声念佛，自己敲着引磬，平常念佛不敲引磬的，这一天晚上敲引磬，大声念佛。大家睡着了也没有理他，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。到第二天早晨，看到老和尚房间里灯没有熄，老和尚是非常节俭，晚上一定是把灯熄掉的。这一天晚上灯没有熄，到第二天早晨，早课完了之后，到老和尚房间一看，走了，往生了。再想想昨天说的话，最近一些活动，确实跟平常不一样，证明他预知时至，他跟大家告别，跟大家辞谢。自在往生了。
啊，不要人助念，这是助念不牢靠啊，自己念佛最可靠了。啊，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走了。啊，最后一个表法就是拿到这本书照了一张照片。啊，最后一张照片。啊，那么普贤菩萨给我们说，修普贤行的人，啊，接着又说，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的这一刹那，一切诸根习戒败坏，一切亲属习戒舍离，一切威势习戒退失，为你的威德势力，你带不走啊，没有一样能带走啊。第一句是身体，这个肉身带不走啊，一切诸根都败坏了，身体带不走。第二句是你的家亲眷属带不走啊，你所亲爱的人永远不再见面了。第三个是你的威势啊，你做的大官，你发的大财，没一样能带走。啊，福相大臣，那这对国王讲啊，你的宰相，你的大臣带不走，宫城内外啊，你居住的宫殿啊，城市，象马车程，这叫你交通工具啊，珍宝佛藏，你所收藏的这一些金银珠宝，你也带不走。这如是一切无福相随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。那真正带走的什么呢？唯此愿望不相舍离，普贤菩萨传给你的这十大愿望啊，这个你带去了。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它起作用。十大愿望在引导你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弘一大师专修这个法门呢，啊，净土无间呢，他就玄了普贤行愿品，啊，十大愿望倒过去了，啊，比这个更简单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。清朝乾隆年间，慈云灌顶大师给圆通章做了一个疏抄，就是做了一个注解，说得很详细啊。这个本子我过去学过，过去讲过啊，好像有这个录音带，那个时候没有录像，录音五经一论，一共六种，
随便用哪一种都行，啊，全修也行，全修就六样，分量不同，啊，选择一两种也行。最重要要专呢，教之道贵以专。啊，佛法里提出来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弘一大师一生专修普贤行愿品。啊，道义即见阿弥陀佛，叫到达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。普贤誓愿，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，常随佛学，勤转法轮，勤拂诸事，这个七句是愿，后面三句是回向。要能把它落实，勤转法轮是勤讲经，勤拂诸事那就是建立道场。啊，请人讲经，租借个道场都可以，临时搭个道场都行，因为一部经讲完了，这个法会圆满了。啊，但是总不如请一个法师常住在这个世界，啊，教化一方。这个以前李老师告诉过我。啊，古往今来真正有成就的都是住在一个地方，一生不离开，住几十年，像他老人家在台中住了38年，啊，才能有成就啊。啊，一部经两部经就能真正开悟啊，有成就的太少了。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更新力的人少，觉悟的人少，迷惑的人多，业障重的人多，啊，不可能听几部经他就听明白了，啊，要重复去听。不过现在有一个好处，过去没有的，现在有光碟，可以不断反复去听，好，叫一门深入。你请个法师，你让他一遍一遍反复的讲，他做不到啊。可是这一部经的光碟，我们反复地听，这不难啊。啊，刘素云居士听我讲无量寿经，他是听光碟。啊，这个无量寿经我讲了十几遍，
在讲注解之前是讲经文，时间比较短啊，一部经几十个小时啊，一百多个小时就讲完了。那么此从换成注解讲，这个注解讲一遍大概要1000多个小时啊，我第一遍讲的是1200个小时啊，现在讲的时候越讲时间越长。啊，所以讲一遍很不容易，但是留下来的光碟方便了啊，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啊。刘素言居士告诉我，他最初拿到这一天这一套光碟，每一天听10个小时啊，10个小时呢听一片，早年的光碟一片就是1个小时啊，这一部经100多篇，听一篇，一篇听10遍，1个小时一遍，一天听10遍，长时熏修啊，除听这个10个小时之外呢，就念阿弥陀佛。那时候他身体不好，养病，这样不断的听了10年。10年成就了啊，10年之后他能讲，讲得很不错啊，由这个电视台去访问他，我是看到这个访问的光碟啊，我发觉的这个人很难得啊，想方法跟他联系啊，问这些同学有没有人认识，能不能找到电话号码啊，结果1个月之后就联系上了，我就邀请他到香港来见面啊，他也就真来了啊，见面非常欢喜，他的病完全好了啊，那个病医院都放弃治疗了，得的红斑狼疮比癌症还要严重啊，所以他每天在家里养病就是听经念佛，没想到2-3个月之后再去检查完全好了。一般红斑狼疮好了一定留下疤痕，他连疤痕都没有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得了，他这10年把病忘掉了，他心里都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除无量寿经他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样就能够把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啊，他身体就恢复健康啊，现在很多人到处请他讲经，他就学一样东西学10年啊，讲其他的经典他没有学过全都能讲，这就是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。10年得念佛3昧啊，得3昧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，就开悟了
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真的开悟。在我们学习班学习啊，他也参加了他的心得报告，有深度，有发明，非常难得。啊，有几个同学学得很好，啊，继续不断，五年、十年之后，都是我们佛门出家的，是大德，是高僧，在家是高僧。啊，向下联举，像黄年老，啊，像李炳南老居士，都成为一代宗师，住在一个地区，教化一方。众生之福，国家之福，佛法教学那一方，人心善良啊，灾难也能化解啊。又有偈子说，这是普贤菩萨说的，这个偈子在《四十华严》第三十九卷，我就看到贤首普贤文殊的偈子，才知道他们两个人怎么成就的，念阿弥陀佛成就的。你看，愿我临于命中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我即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无余，利要一切众生界。这是普贤菩萨啊，我能相信净土是这两首偈引导的啊。在这个之前，李老师、灿云法师都劝我修净土，我都没有接受。啊，我在台中住了那些年，跟李老师学经教学了三十多部，啊，学大经楞严三年，华严啊，华严经不长，我大概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啊，八十卷华严我听了一卷啊，后面我就能讲了，就不必听了。他老人家用的是参考资料，是清凉大师的素抄啊，我手上也有一套素抄。他在台中讲，我在台北讲，他一个星期讲一次，我一个星期讲三次，所以我两年呢就追上他的进度
啊，学经教，要学门道。啊，老师的思想，老师的理念，老师的方法，老师的经验，我都懂得。我在台中学这些，管用啊。啊，所以佛讲遍数也多。啊，到哪里去佛讲？有一个人听，我都给他讲。啊，没有人听的，没人。那个时候有录音机，方便了。我买了个小录音机，我讲讲录音机听。录下去之后，我再打开，我再听我讲。锲而不舍了，啊！老师教给我，打拳的人全不离手，天天要练。啊，唱歌的人、唱戏的人，每一天要吊嗓子。啊，三个月不吊嗓子，他就不能讲了。讲经也如是。啊，讲经的人三个月不讲生疏了，到以后就讲不下去了，一天都不能停啊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原罪书生的时候，每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。啊，一个星期。啊，初到美国的时候，一天讲9个小时。美国没有办法天天讲，没有人来听。他们只有星期六、星期天是假期。啊，可以来听讲。啊，星期六的晚上，啊，星期五的晚上。星期六一天，星期天的上午，下午他准备明天的工作，所以时间这么短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星期六上午3个小时，下午3个小时，晚上3个小时，9个小时。啊，他们是坐在台下听的，我是站在讲台讲。啊，我要站9个小时。啊，所以法缘很殊胜。啊，定的2个时间，星期五的晚上，星期天的一天。啊，所以远道的同学他们都开车来，啊，来住一晚上来听经，星期六晚上听完经回家。啊，所以现在我常常还是想着保持4个小时。啊，上午2个小时，下午2个小时。啊，那么现在在此地，同学们热心要帮我调理身体，上午的时间呢就调身体。啊，所以下午我们还是希望有2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。啊，所以。这一首偈，诸位就晓得我真正相信净土，真正接受净土，普贤菩萨。啊，接着呢，文殊菩萨。
他们两个的原文在一起，又文殊发愿纪元，愿我命中时灭除诸烦恼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，身彼福过矣，成满诸大愿，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。如是两大事，发殊胜大愿，求生极乐，可劝一切菩萨皆两信文殊之大智，入普贤之大贤，普导众生同归极乐。我们年轻学佛了，确实对于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特别的恭敬啊，特别的欢喜。一个代表无量智慧，一个代表无上的大贤，文殊说法，普贤真干的，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贤首菩萨啊，这个海贤老和尚，他修的是普贤行，我们细心观察十大愿望，每一条他都做到了，做得那么圆满，做得那么微妙啊，不懂的人完全看不出来，明白人看到太奇妙了啊。92年修什么普贤行，普贤行里头一定有文殊智啊，戒行是一不是二，有戒必有行，有行必有戒啊。贤公老和尚没有透露信息，没告诉人呐，我们要会看。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应该在什么时候？我是细心去观察，功夫成片，30岁以前得到，他20岁开始念佛，我相信20几岁的时候功夫成片得到了，一般讲3-4年。啊，那么再过个4-5年，继续不断的努力，他能念到四一心不乱，也就是清净心现前。啊，30岁前后，40岁前后，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他什么都知道。见性的人才可以说，没有见性的人不可以说。
啊，他就是不讲。你要问他，笑而不答。那就是他的回答。啊，真的清楚，真的明白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十方三世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往生？阿弥陀佛的意思。啊，他自己透露了，就是我有好几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去。他说老佛也讲，你修行很好，希望在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个榜样。所以他是有使命。啊，这个使命就是表法，表法就是做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你看他说了，我好几次，那说明他见阿弥陀佛，他见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啊，好几次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慧远大师夜深见极乐世界四次，所以我相信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应该是十次以上，但时间长92年的，啊，所以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很熟了，真的什么时候都能去得了，啊，佛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。这是慈悲到基础啊，弥陀的慈悲啊，加持他，让他健康长寿啊，112岁，精神体力就跟40-50岁的人一样，这让人羡慕啊！啊，一般人老了，精神体力都衰了，他老而不衰呀！啊，什么活他都干呢，精神体力充沛，这是让人最佩服的地方。啊，你们50-60岁不能做的，他来做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我劝导同学每一天要看3遍。念10000声佛号，1年不间断，我相信海贤老和尚这边的光碟对你起意想不到的作用。为什么？你对于净土真相真发愿
你向他看齐，你会有他一样的成就。如果你肯表法，肯发心做表法，阿弥陀佛会延长你的寿命。啊，我对于海贤老和尚一十二岁，我认为那个寿命不是他的，不是他本有的，他本来的寿命应该是七八十岁。啊，会延长那么多，那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，啊，不是他自己本来的。啊，所以真正发心学习会有成就，阿弥陀佛会帮助你，因为阿弥陀佛需要你，啊，需要有很好表法的人来弘扬净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